很精致，大了一个钢琴箱，因为它有。我是来突击的，我来帮书生庆生啊，这人太特别，会在我们影片，所以呢，想要知道为什么他会来，可以看他的新影片。我是偷偷跟过来的，为什么书生会来？哎，不，为什么脚步会来？看这个板子就知道啦。哇，他来真的是我觉得很难得的一件事。哎，真的，我们没有。他平时在台北就很难约，他竟然会。我知道车要到了。你们自己讲，我才有画面呢。为什么车要到了？我们赶快下去。OK。就是来中国呢，就是要庆祝我的生日，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想要来中国。因为你想来吃辣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除了马来西亚，中国应该是最适合我的地方了。就是不管食物啊，或者方便度，我都很想要来体验。生日之旅开始了，我们现在搭滴滴去到我们要吃的午餐地方。大哥问你一下，好吃街有很多好吃的吗？肯定有啊。真的有推荐的美食吗？你先说你是哪里的人，我怎么给你推荐？台湾第一次来，星光百货哦，台湾的嘛，嗯，住在那边是不是？对对，加州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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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么？加州肉是一个轻轨站的站名儿。你讲太快了。是一个轻轨站的站名。哦，了解。那有推荐的手摇饮吗？手摇饮料，你都不喝手摇饮？是打柠檬茶吗？我看。天哪，我觉得我的 vlog 就不知道。对，你们准备什么？那个，我们第一次遇到像小吴这样的一个，我们根本不用拍素材，完全不用剪了。对。我们到了重庆的这个好吃街，哇，好热闹哦！知道吗？就是很喜欢中国有一个点，就是他们很多很多都是用中文字，它整个排版的那种感觉都很好看，就是超级有感觉的。一种水果，推荐哪一个我就买。葡萄的，葡萄好。西热卖，应该还是常温，还需要其他的吗？黄冰的。好的。他真的帅吗？是帅哥的。不要脸，人家是帅哥还去买。水果这个走到里面来了，然后里面呢都是很多很多的档口，像是那种夜市的感觉哇！而且他们这边的很漂亮，他们都用 LED 的那种。好可怕！哎，你们要拍照吗？你干嘛照片了？我再给你们钱嘛。知道我们的需求。因为我不吃葱，我就吃肠子。哎，肠蛮好吃的。真的好吃，上面什么鱼啊？好吃，好吃。好到了。好好吃啊！这边的食物种类真的很多很多，逛不完，而且多到你真的不知道要吃什么。哦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要吃什么。书生终于找到还要吃的食物啊！我叫猪肉串跟虾仁。哇，烤串啊！终于吃到烤串了。哦，好嫩哦！哇，你点多下哦。没有。哇，好赚哦！熊猫的棉花，我也很喜欢熊猫。真的假的？你就是熊猫啊？熊猫很可爱，胖胖白白的。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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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吹蜡烛，吹蜡烛。好 Q 哎！你吃看好吃吗？
是好吃。它白色的不是很好吃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熊猫再见了，花花。哦，是好吃的。伟伟，你的皱眉头，伟伟是好吃的。很甜也是。来到了咖啡店啦。地图看起来超美味哦。哇，这边的感觉很好坐，这里可以看到楼下的景色，但是太热了，没办法坐这里。站卡到了，我们网美就这样拍的。哇，超香的一个蛋，哇，掉了，拍的很赞哎。对啊，你说这个短发的话吗？来吃蛋挞。吃一个小块的就好，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在监督着我有没有在好好吃东西或者是乱吃，对，我就吃这个。要来要来。你是美式？那我说特别，就美式加柠檬。咖啡超级脆啊，好好吃。你很特别，这个冰美式有柠檬的。我叫我是柠檬 cold brew。哎，我觉得这好处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像我这种不喜欢咖啡的，加柠檬又不会加很多不健康的那种东西，是不是好喝？还有一点点说的，小屋赞赞，给你赞赞。我真的觉得我今天的妆特别好看，有吗？今天臭美一番，今天太好看了，然后头发也很随性。我们现在到商场逛街，因为太热了，我们就想说我们现在这个比较热的时间先到室内逛逛，逛一下东西啊。那只狗狗它怎么在路上？天哪，它太可爱了。你不要在马路，它刚很危险呢。它刚在马路乱窜。等等，不要动。你不要去马路，进去。然后呢，我们想说等一下等到太阳下了一点，傍晚的时分，我们再到景点去逛街，因为现在真的太热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到的是这一家重庆的万象城，它感觉比较就是 shopping mall 来比较高级一点。万象城，然后他们前面好闹哦。哎呀，进步一点啦，更新一下你的假发好不好？发质太差了。对啊，发这么差。很时髦哎。你也知道。我也很时髦哦。呀。我买了一个之前在马来西亚错过的大包。这个斜挎包，斜大包，马币400多，大概3000，2500，马来西亚买就差不多了。对，它其实就是我这款的大包。对，俗称是用小颗的，然后就是大哥。情侣包，你懂什么？你懂三小？我刚刚买了一个这个定型喷雾，这个没什么好讲的，小吴。没有，很贵耶。多少钱？298，人民币。靠北，怎么可能？他就拿这个给我哈，他说这个你被砍了啦！我从来没听过造型喷雾要这么贵，贵真的很贵耶，吓死我了。来不及了，哇！这个快180块马币，哇，贵，真的很贵。我们刚刚拍了九宫格的头贴，好 Q 哦。现在出来的天气凉多了，那我们打算呢，现在先去吃晚餐。第一餐会吃什么？我们会去18D吃九宫格，最爱了。我要吃辣的。哇，开心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吃个火锅，就是来这个目的啦。这是什么？我觉得我的中国腔还不错。扁担宽板凳长，扁担长板凳长。好了，谢谢你的表演。5678，1235。谢谢你的表演。我跟你讲，出气门，出去的出。奇怪的奇，门大门的门。哦，我们好像有经过哎，主席门。对，叔叔会辣吗？你可以选择啊，他想要超辣的。对，微辣，微辣。我们要去吃一家餐厅，然后司机跟我们说不要去吃那个。对，他说那家普通。那我是网的，网红骗的。我们去一个厉害的当地人推荐的，司机推荐给我们的。大哥，你要讲刚刚那句话，你要讲出那句不可思议的话。是的，吾往重庆一行，哦，绝对值得吗？绝不后悔，他推荐我们的，绝不后悔。赞，我们就因为他这句话。那大哥，你有推荐的整形吗？整容，因为后面你要去整容。什么？不懂啊，好吧。我想说，你们本地人应该会有推荐的整容。女孩子的整容不懂。可是因为后面的他们很需要。我老婆到底是谁？我老婆可能需要吗？喂，没有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司机把 T 下车了。我先自己跳车。
老板推荐的楚奇门鳝鱼火锅，他刚刚就是说吃了这个你就忘不了重庆，到底有多厉害？我真的很期待。他这里比较像是比较传统的火锅，就是那种给游客造景区的那种。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看起来有入乡随俗。哇，原来是。很强哎，好强哦！现在里面还有哎，我就不拍特写，但是这里的风气呢，大家都很喜欢在外面脱衣然后吃饭。在马来西亚，不管多热，都不可能在外面脱衣吃饭的那一种。这边有冷气哎，好不好？哇，你们有嗅到那个味道吗？香，很刺鼻耶，那个辣味是刺鼻的。可以可以，我们的锅底来了，他说这是一般辣，听讲重庆尝试一般辣，对，听讲重庆的一般辣也很厉害。你会一般辣会很辣吗？一样的，就是一样的。哦，没有要加辣。要吃辣的话就加调料。加什么？加调料。哇，这火。都是一个味，对，最好吃的那味，就是味嘛。那是冰粉，对啊，冰粉好吃。汤圆，汤圆，绿豆汤，好吃，吃一口冰。哎，因为很热，是啊，这天上高。还行啊，味道很鲜。我们的菜来了，哇，这个麻辣火锅好像越看越辣哎，爱吃。哪有这么夸张啊？佩佩一直在说好辣好辣。他吐出来，好辣，这个很麻哎！我要吃里面的锅巴，不好吃。我更期待了，让我流汗了。我要来试吃了，还没。再沾多一下，来哦。吃了第一次，辣吗？我觉得他应该觉得还好，因为我可以接受。他十秒后就出来，没他肯定觉得还可以更辣，有辣。嘴巴已经满了，很好哎，但是它是麻，它跟麻辣边境，啊，好咸哎，好想加辣。朋友不行了，我真的不行，我嘴巴超肿的，炸毛了，嘴巴合不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他们的肥肠，好像是猪肉。哦，哇，非常好嫩哦！我们现在换住宿到第二家，因为呢，我们上一间的住宿对于我的脚不太友好，那个厕所只有一间，但它的马桶是蹲的，我就没办法折叠我的脚。然后大家也不喜欢这个蹲的马桶，然后它厕所超级无敌残留异味，所以我们打算呢换第二家。这是我们第二家，第一家我没拍，因为太破烂了。这比较像人一点，它的马桶终于是做的了。我们有史以来人生第一次住了民宿，然后直接不住。我真的是第一次。不是那个马桶真的，不是除了马桶之外也很多问题，就是床会味道也是，然后那味道一直弥漫出来。对，等一下你记得在那个携程给他一个两颗星。很特别一点，他是床在这里。走呀，我们第三天了，其实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要去重庆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，叫洪崖洞。洪崖洞呢，晚上是比较漂亮的。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要趁着早上看得比较清楚一点，我们去吃一个它附近有的火锅店。那个火锅店呢是可以看到一些洪崖洞的景色这样子。那今天我的妆容，我今天被称赞很多次，说很好看。佩瑜，你可以再套一句你刚刚讲的话吗？就是七八年认识。为什么我们中午十二点一点出门？不是，是认识我七八年。真的是出生七八年，今天是我看过他最漂亮的一天。等一下，我要拍他们，你们两个要在同一个画面。来，讲多一次。我认识出生七八年，今天是他最漂亮的一天，穿得得体又性感。那以前长什么样呢？脸又像韩剧，头发妆造也很 OK。你有收钱了？没收钱，还是朋友真心的称赞。快熏。你可以叫后面小孩子安静点吗？安静。啊，很好很好。你看安静了。真正吓到了。安静了吧，小孩杀手，你超级。
我不敢。如果要来大陆，就用百度地图比较方便。我们要吃的就是这家，哇，好好看哦，对，好复古，就可以拍下来。来，两只拍，三、二。哇！哎，小吴，干嘛？怎么念？甜棒棒。它这边的建筑风气就是真的好中国，好喜欢这种。天不远的，到了不远老火锅，重庆 Hello， 哇，我们到了，好漂亮哦！他们用的调味料跟盘子都好复古，好中国。本来可以放外吃的，这边因为不能买，那还好 OK。柜位全部都是火锅味。找好拍照地方，交过来。这跟人家衣服合照是什么概念？我是要拍食神，谁管你？看我，他不怕我们拍哦。今天没拍哦，我们去那边拍北部的。到我们了，我问一下你，有没有帮我们拍？大小，我生气了。因为刚刚那个没有户外，然后我昨天又在小红书看到一个有户外的火锅，所以呢，我们要马上换另外一间。我们户外的火锅呢，是可以看到洪崖洞的，是拍的照片会很好看，叫做三层泡哥红茶火锅。我觉得好不好吃是其次，主要是我们要拍照。好可爱呀、！Go 好了，看我们背后直线型流汗呢。我们吃火锅了，就这样子。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就是它，就是虾，就是那个冰虾，没有吃过这种东西耶。它就是像是米苔目那样子啊，糯米团，糯米团。像豆花那样的，但没有很甜，就解暑，好喝的，很好喝哎，它就像，它怎么说啊？嫩嫩的，对，像豆花碎豆花那样，对，好可爱哦，这个。他们又在吵架了。刚刚走上来，然后就很可爱的生活照，会乱拍，好看的照片，对，该配相开心，你看。白木哦，啊，好热，快过。还很快，各位，原来中国是这样子过马路的。好害怕！哎呀，那个车超快的，应该很快。哎，超出车的背后，直线是炸汗。哇哇，我摸着很湿哎。Oh my god！ 然后就很去。没，我们等下在户外吃火锅。出车真的很会挑选车。我们到了这个三层泡哥火锅，哥哥谢谢你，哥哥爱你，我在重庆很想你。哎，谢谢。够了，我们要坐这里。应该是我说这句话，我在重庆很想你。我们终于来了，你是谁啊？对啊，你们邀请你来的。重庆欢迎你，我在重庆很想你。耶！哇，小吴选的这个位置是最棒。那个嘛，拍过来，然后大家就轮流换位置拍拍照。我可以跟你们说，我第一次就是脚会冒汗流汗，所以这等于什么？我们现在正在桑拿里面吃麻辣火锅，而且他上的茶热茶还不给我们冰块，真是！哦天哪，太棒了！是这样的，加冰块会拉肚子的。哦，谢谢你照顾我们的兔子。店家送我们台风扇，因为我们太疯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风扇对我不利耶。为什么？拿火一来，拿到哦！哇，很棒！我们可以抽奖了。好险！耶！哇，现在来取奖啦！哇，这里好丰富哦。拿我平时爱拿的，就是小米辣，然后呢，再蒜米。跟酱油，看这小吴，还是在扫地，我也扫了呗。哎，哥，怎么了？哥，我要吃饭。还要吃饭？我们叫那么多菜，我们要吃饭。不可以吃饭了。啊，我装了一点点呢，然后说配个饭，我怕太辣了。好饿，哇，看起来很厉害，这个很厉害。对啊，太丰富了吧？哇，哇，这个重庆辣椒，微辣，对，微辣。啊，这微辣而已哦。连书生都震惊了，这怎么可能微辣？你们的标准。重庆微辣火锅，你是要打电话给救护车吗？喂，他帮你叫救护车了。110，110马上过来了。好哦，谢谢。救护车来了，疯了，疯子，相信我了吗？感觉比昨天还辣。我刚才你说要重辣，谢谢你好贴心。这个微辣，我怕了，你怕
怕，你会怕。对啊，我们哥又不行了，才刚出门，你的造型又没了。我这口连吃都没吃进，他吐出来，碰到那个辣油，怎么讲？它瞬间化开，然后整个口腔都是辣的味道哦。其实。没这么夸张哎，对了。对啊，没那么夸张。哎，你看我吃了，我可以不喝水，代表是接受的。对 ，OK， 大家现在这个三个泡橙呢，我给它微辣，大概现在已经才两分，对我来说，所以我想要等大家都炫完这些了，我要挑战它的大。大哥已经入乡随俗了。他说重庆人就要拖一次火锅，尤其是他们不是户外，他是户外吃火锅，而且只还一个什么？我收到你。哇，火锅不好看。有啊，你在 IG 有拖啊。在这边是低调的，我重庆是低调的人。那你吃了辣不低调啊？啊，很可怕啊！你现在没感觉？你不说你是台湾会吃辣的？我自己以为。姐妹刚刚都没有拍到，我这边已经下到最大辣了。如果你们要看更准确的震撼感，去到我的 IG。那我来试试看抓这个肉哦，很辣哦，那很快就可以知道它辣度。小吴的表情不对哦，小吴皱眉头了，好可怕哦，他刚刚是在加一碟辣椒哎，那个辣椒真的是满一座山的样子。是不是发疯了？他看起来很爽哎，你看师生表情，就比跟你交往还爽。对，来喽各位，红红的，我朋友皱怎么没？哦，有辣吗？有辣吗？看起来就是还好。可能辣子后面来呢，因为书生走一个诚实路线，如果不够辣，我们就把这桌搬了，我们就不付钱。反正你搬吧。哇，看来是还好。真的假的啦？到底谁可以战胜你啊？欢迎大家邀约。跟刚刚一样哎。没有，可他没滚是不是？滚啦！哎，他滚嘞，可是味道怎么一样？你试试看，这一锅这样子，它够是不够辣？够了吗？我们的菜锅已经煮了很久了。书生失望了，书生失望了，我要再挑战。下一家，哇靠！他们在点名哎，是在上课吗？是在上课，好可爱哦！发现那个彭小哥哥，他看似很好玩，就跟我们玩得很好，但他认真，他认真一面有点吓人哦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美景，听说晚上会很好看，所以大家来的话建议晚上来。我们现在要去下一个景点了，这个太热太热了。好，我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下午37度吃火锅还在室外。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他们都好有礼貌，而且我觉得他们好会回应别人。你问他什么，他们都很热情地回答你们，他们的态度真的超好的。所以这一家呢，虽然它的辣没有到非常非常辣，但是是好吃的东西，服务态度又很好，所以推荐大家来。重点就是它的景色一级棒，来这个三层包哥推荐哦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间，就是他们说长沙跟重庆才会有的奶茶店，叫茶颜悦色，就是你们来到这里就是必来必喝。他们说就是第一好喝的奶茶，我们来试试看有多好喝。到了到了，就是这一家茶颜悦，这个人潮也太厉害了吧，真的不开玩笑，我现在背后真的是像冲凉一样的汗水，当时鼻子我觉得这里比马来西亚热太多了，体感温度差不多要42度。大家，我们刚刚已经试喝了这两杯，我觉得这杯还算不错。这杯叫接春宴，千万不要点人间烟火。人间烟火看到就闪开。对，千万不要。我们叫它奶油白开水。对，奶油白开水，不用试喝奶油白开水。不要试，这个还好喝一点。对，好彩我的饮料还没来。你是点什么？我柠檬的，他说柠檬现榨。这个也没什么特别。但至少这个好喝，好喝一些，普通普通，这个小孩子才会胡言乱语。他被妹妹不能骗人，知道吗？真的很帅，我们做人要诚实呢。真的很帅，一定是你有买青蛙啦。很美哦，啊，他说我很美哦。啊，那就是开始来骗人了。没有，他说好诚实呢，谢谢，拜拜。我们买的小青蛙，妹妹超可爱，耶，超可爱。我们是马来西亚人，你要不要讲一句阿巴卡巴？马来话。阿巴卡巴，阿巴卡巴。Saya cinta padamu, cinta tamu. Yeah. 感觉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。真的。哎，他说他存钱是想吃冰淇淋，跟给爸爸妈妈买衣服。还买玩具给他。对，我觉得很可爱。我说是爸妈让你出来买，他说我想要自己存钱的，他说妈妈会全部给他。但是我们还确定那个钱进户口，他就买多一只给小吴了。对，帮你买一只，我们两个青蛙家族。天哪，
这小妹妹好感人，好可爱，真的是艺术，然后在这边直接画，好可爱。哇，我们到了这个轻轨，好可爱，大家你们看。几多人在拍，有些人还带凳子。然后呢，这个站叫李子坝站，就是大陆重庆的这个轻轨站。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可以穿过建筑物里面，就是这一大栋的建筑，然后它是坐在里面，超可爱。而且它这里拍的好处呢，就是它的轻轨其实来蛮快的，就是3分钟一台，所以也不会待这里太久。然后建议大家时间来，就是像我们现在的时间，就是比较傍晚，接近傍晚6、7点这样的时间，因为不会很热，现在这样比较舒服一点。轻轨来了，好可爱哦！满意的照片吗？耶、yeah, ，很漂亮。他的照片是最漂亮。就是我来重庆这个景点，算是我想来的其中之一。对，这很好看哦。来踩踩一下就可以走了。对，因为这个点真的是拍个照就走，而且人多，但是没想到是这样好拍的。但是呢，我不知道拍什么，你看他们。爸妈在拍什么？我真的我有点问号。这是最好的，最干净这样。我们又来到室内逛街了，现在来到一个小广场，叫天街广场。在后面的这一晚上超级热闹哦，真的好多好多人。我们买了一个零脂低卡的椰子水，好喝吗？可是很贵哦，48元，115块马币，太贵了吧？有椰肉吗？很解渴。哇，好清甜哦，好好喝哦，好够味哦。然后现在呢，只剩下我们两人，因为小吴要去拍海底捞，然后我们时间也不够多。那个洪雅洞呢，大概11点就关灯了。所以我们呢，现在因为我们也不饿，我们好饱，我们今天太饱了，我们就打算我们两个人先去逛逛街，因为我们毕竟是游客嘛。把该去的点都踩一遍，然后之后就可以逛新的城市，去新的城市玩。我们现在要拦车，因为我们没有 APP。哇，直接在路边拦哎，好刺激哦！主要是去看夜景吗？对，看夜景，去夜景，大哥您的，然后好拍照的地方。你知道怎么鉴定我到底多缺水吗？就是我可以一下子灌完一杯饮料，这个饮料给我灌完，我刚刚买了不到10分钟我就喝完了。我们提前下车了，因为呢这里太晒了，我们走路可能都比叔叔带我们来到这个下车地点还要快，所以呢我们就打算自己走啦。一路上就是好多吃的，好多响档口哦，沿路上。哇，我们也离太远了吧，这个对面，我们的距离就在这么远，我们现在要走过去对面呢，天哪，太远了吧！路上的行人都可以直接走在大马路上，哎，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啦。前面超多人的，天哪，我不敢想象。我以为有捷径，但是没有哦。我们要走那个桥 ，all the way 去到目的地。好多人，好远。我们可以感受到大陆真的好多好多人，因为我们其实今天去的景点都没有很多人，但是我。呼吸有点困难，好闷。各位，我们慢放大哦。天哪，好漂亮哦！漂亮。我吗？讨厌，真的美。漂亮哦。我想这个景。我也是说景真的很漂亮，就是走在路上的体验感也蛮特别的。哎，没有没有，等一下我们要走上去哦，第一件是马路哦。对啊，其实很少出国有机会可以这样子。政府会封路，就是让游客来体验那么美的地方。他们好会利用他们的建筑物来给那个灯光啊，就是很会做行销，让整个城市变得很不一样。那个建筑物啊，那天玩的灯光秀其实都很漂亮。看这个建筑物的灯是会动的。我们已经到这个建筑物里面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到最底楼，去感受一下整栋楼的灯光那种震撼感。可是，人好多，景区入口免费，这边的控管好像蛮好的，可是好热，可以 all the way 到一楼吗？哇，这里面好多东西哦。好有人味哦，很漂亮哎，对，很美。电梯太多人了，我们来走楼梯。我们的水
游的，身后就是超级多人，好漂亮哦！大家来的话，记得要来肉眼看，因为肉眼看的震撼感更不一样，真的很漂亮。好多人，就是我在等它关店的那一刹那，可是没有看过，不知道会不会很震撼啊！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洪崖洞。现在已经11点多了，然后呢，他也没有关灯的意思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不等啦，我们拍到我们要的照片了，开心开心吗？开心，哎，我们去拍个合照，你们合照。好哦，好，大家咋呀？看到我们，哎呀，我的帽子挡着了，没关系。我们现在呢就要搭高铁了，因为我们非常非常临时的决定要来成都。我们之前的行程呢，是像我前面讲的，我们只安排重庆跟长沙。然后呢，刚好今天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突然来 kid。之前想要去成都的目的，就是因为要看那个花花。因为那时候你只有一个 mindset 来，就是我要 all the way 去成都，我只要为了看花花。但如果今天看不到花花，我就不想要去成都。可是我就觉得，哎，没有看到可以去逛逛，怎么样也是可以。所以嘞，哈，很开心，我们现在要成都一日游，就非常。临时的穿插了一天的成都旅，然后今天我的目标是要跟熊猫拍照之外呢，我要买一只花花回去。可是我在小红书看那个花花好像是政府派的，不知道能不能买得到。我们现在就到这个沙坪坝站搭高铁。我们在过安检，然后现在我们要赶我们的高铁了，因为我们的高铁是临时订票，所以呢，我们非常的随机的就买到了商务舱，因为没有位置了。对，我们可以体验一下高铁站的商务舱。哇，我们有这个商务座候车区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OK， 好，走了，我看一眼我就走了。1208。我们的，这是我们的车往成都的方向。这两个人好像都不在乎的样子，刚跑了。因为啊，商务车是不一样的。哇，流汗了。哇，我们到了。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这是我们的商务车，像在搭飞机一样。对，搭飞机一样。这里还有小零食，三件套，好多哦。开车了。可恶！祝你生日快乐，我的钱包不快乐。不是讲我买吗？我买啊，真的很漂亮，我自己也很想要。所以你看你刚被样子，真的在笑，容光焕发。对，笑笑一下，就突然买了。书生开心吗？开心，我要给你们看，我带了两个大的新东西回家。我是你的男友，这是我买给书生的。我的孩子不要给我给钱，因为这个包真的很漂亮，我觉得要用我的名字买比较厉害。以后就给我买的，我买的。你看，这就是你的心态，所以我才讲我要自己给钱。对，然后书生就买一个很好看的19腰带，我自己看了就我也想买，那书生买我就算了，反正我也可以用。哎，不能讲出来，开心吗？很开心，开心吗？因为。我人生恭喜书生开张了。你现在对什么知道吗？对，是书生生日买包。你看那个隔壁那个，他也一起。什么时候生日？ Every day is my birthday 哎，你讲得好准哦。Yeah. 因为我其实自己有给自己一个 Chanel 扩大，我要每个款我喜欢的有一个就好了。他这次买的是那个 tote bag 啦。不过 tote bag 是我要找很久啊，都一直找不到我想要的。难得找到牛仔，又是刷旧，然后又有货又大。而且价格其实我觉得比起其他香奈儿包是可以接受，因为牛仔很贵。对，因为我很想要一个香奈儿的 tote bag。之前我看到一个牛仔的中古包，我们是日本手啊，西北贵，我真的买不下去。已经是这个差不多多58000价格，而且又不是全新哦。对啊，不是全新。讲真的，我很少看到香奈儿有我自己本身我会想买的包。哎，其实熟人不要买，我要买啊。每次都是这样，他每次只要我不买哦，他讲你不买我就买哦，我就觉得我好像亏了一样，每次用这一招来让我去买东西。没有，这个是真的，你现在都是可能是假的。哇，这
好像是常常在抖音见到的那个街上这样。我们现在要去见我们的旧朋友了。每次我来到旧朋友跟新朋友哦，还有新朋友，今天太子也会介绍他的新朋友给我们。是帅哥，是帅哥，是帅哥。Yeah, 我很开心，我很开心。说拜托介绍几个好看的出来。我刚来到中国，就很多人来问我有没有来找可乐跟太子。当然会呀、啊，开什么玩笑哎、欸！等一下我们再跟他们见面吃晚餐，还有逛一下成都，还有买我要的画画。听到了。哎，我就是要画画，不好意思，需要跟三个镜头打招呼。Hello， 是书生至常有生，你好，这是梁玉琛。哎、欸，我们三个是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。哎、欸，真的很可怜哎，你到底有比谁高啊？你好哎，我是这样。走吧，吃东西，好饿嘞。我们来到了一个川菜馆的店。肥肠，这么就放太多啊！我尽量。猪肉，汤，焖烧，哦，这好香啊！哇，这间店真的很好吃哎！我们黑木居心茶厨师没在用过。好香啊！这是白果杜老山鸡，真的没有用。你不要把你 iPhone 放大。哇，整只鸡，四只八感觉就很好，感觉很辣哦。哇，这个好香哦。他说准备两分钟才讲出来。他真正的形象还没出来。嗯，好吃。我叫的鱼来了。哦，那么辣。不辣吗？他说三颗辣，我吓死了，我才点了其他。不辣，辣好吃。好嫩哦，还有鱼肉。还有鱼很厉害哦。耶，各位，我到了我很想来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叫熊猫书店呢。卖书啦？没有啊，卖还有卖很多周边。哦，你懂这一间哦？小红书蛮红的。哦，是哦。对，然后它、这样我要介绍等一下。它整个就很可爱，你看它的标志是不是很 Q？ 书生心心念念的熊猫来了，熊猫，熊猫女。它外面还有的休息坐着这样。哇，很多周边商品跟娃娃，我要的就是这只。啊，这个盖章我知道。来，给我你的手。但是我没有那个布子，因为这个是需要收集的。太好了。啊，这个很实哎。哎，很精致。这个超好看。很精致。这个很实。差不多哇哦，这样贵的。各位，1000块马币，那真的很漂亮。可以买小贵一点的，还是买小贵一点的？因为它是花花。这是花花造型。对，我最喜欢的熊猫，它叫荷花。那个网红熊猫啊，有没有？好像真的在抱狗这样，有那个感觉。对呀，很实。它很精致。对，就是那个成都最出名的熊猫花花。是不是很想要？早上买这个生日礼物给你好哦。它真的太可爱了。然后现在这一只呢，1899是需要预购的，它是已经没有现货了，任何地方都没有现货。看来你只可以买别的熊猫。对，我可能买其他小东西。对，书生，你要买多少个？我已经选好了两个是要送给大家的，我自己还没有选到我要什么。哇，现在选别人的嘞。我还不懂我要什么。紫色，你自己买紫色。真的吗？因为我觉得紫色很好看，你看紫色多出色，而且它这个尾巴是 3D 的，这个很立体的，这个紫色真美啊！没有，其他都是啊。哦，你买的都是 3D 的？没有，只有这个不是 3D 的，盖捂着眼睛。它只有红色跟紫色也是。这个很 Q 哦，再去买啊！拿这个，怎么办？我不知道哪一个。都买。然后我点了一杯饮料，它是有这个杯套，超可爱。然后它整个布局呢，就是这边是周边区，里面是书局。这里是饮料店，然后我刚就花费了292块的费用。哦，我的饮料好了。那能说自己取一下那个？可以。那好可爱哦。我叫的好像是一个青提，然后乌龙茶这样。啊，好清爽。因为我叫他说不要喝糖，他就帮我做了一份这个。谢谢各位，我好了。真可爱耶。要不要看一下这边的人？谢谢啦。然后看了10分钟。
谢谢啦。对，超多蚊子，而且只有小梁愿意跟他聊天哦。你最好，你最好了。他花了20分钟虏获人心。啊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开心了吗？没有看到真人，但买到周边也是蛮开心的。糟糕了，我们的小吴手机不见了，材料全部裸照在外楼。烤呀，有没有在外楼啊？外流，没人没拿，真的吗？你老师没拿。我们现在在打这小吴的电话。直接打给警察聊快。哎呦，真的啦，真的不见了没？他电话不见了，电话不见了。怎么办？哎，有人挂哎，他是弄暗色。你看到他电话吗？他的电话不见了。怎么办？哎，真的不见了呢。怎么办？包包确定没有吗？我想说，每次随手机不见就要拍起来，然后一个不注意，它就是放在……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他电话不见了。好了，小声一点啦。电话不见了。他很着急呀。小吴电话不见了。你等我一下好吗？下班了，你找你的电话。你的电话。不见了啦。是你拿的啦。没有的。你是看小猫藏起来。哎，真的不见了啦！我真的啦，小吴，我拍到你电话，快看！我说真的，你过去，我说真的，没有，还有拍你最后一次使用手机的样子。你现在要做什么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怎么办呢？很幼稚哎，让我冒汗呢，白痴！他刚刚一直电话不见了，你就不理他？你看什么？为什么？看远远看，看太子在笑，伸三角看。好悲哦！妈，我好会选哦！我们突然想要来一个点，真的只是经过哎。哇，好好看哦！我来过水饺，没错。奶吗？对，就是它是奶茶风味的，然后搭配珍珠可以拌刨冰一起吃，刨冰尽量从上往下吃哦。我刚刚点了一个泰奶，而且是碎冰哎，蔡常勇你爱的碎冰，然后它这个白色的，很清凉，就这种碎冰海盐超好吃，嗯。好好吃，可爱耶！梦幻山坡，这还有汤圆跟白玉那种感觉。天哪，我们要跟小屋人士说拜拜了。等下就要留完这边，你就要搭车了，不要太想念。好，明天早上就要准备搭飞机。好难跟你见面啊！这几天非常的开心。那大忙人把时间留给我。可是我没有给你过到生日那天啊。那你还庆啊什么？明天早上自己去生日的店买一下吧。靠北。妈嘞，别乱乱指使人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最后呢，准备一个小礼物送给书生。因为书生呢，在香奈儿看眼睛看得很仔细哦。我们就买了一个眼镜生，因为他犹豫不定，所以书生看着那眼镜来来回戴了一个小时。我跟你说，他真的三步跳超久，我们再帮他选衣服。我们帮你选的衣服，因为他你没有选吧？我跟你讲，如果他再这样下去，他有8月16还在这边。他选，他选很久，他选好久，他选很久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帮你选了一副。我跟小吴就一起送你一个眼镜，我觉得最适合你的。书生今天有3样香奈儿的东西，没错。开开看吧，用开看，快点戴上女明星的眼睛。而且我们通过开会，因为我们就有想说三副哪一个最适合你，这是我们都觉得最好看的。而且那柜姐还帮我们藏，对，柜姐还像一个牛皮纸，这应该没发现吧？嗯，对吧？哇，好幸福哦！我要生日了，小吴佩玉，你生日跟我屁事？没有吧？男生又不用。是这一副，我们觉得这副最好看。哎，对，其实我也觉得这副最好看。哎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不准给彩虹戴。绝对不敢戴。Only you， 好吗？他的就是女明星，因为他的那个型很适合你的脸。生日快乐！我还想说回去自己买。我还想回去买。我回马来西亚。不用。以后接近我的时候就不逛上海。嗯，真的很适合你，你得喜欢。是真怕了，各位，你们买牛给他真的怕了。不会，再戴起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戴起来的样子。那就好看。最主要是我真的不想要礼物。不会。哎，你不想要，那现在影片留言抽奖，这样就不太行。礼物可以给我，不需要抽奖。他说他不想要，眼镜很适合我。我们给书生，我想要变熊猫。书生频道里面的观众抽出来。看是。还是留着吧，这是我的脸。还是留着自己啊。生日快乐！谢谢你们，真好好看。喜欢就好，开心，舒服，这真的很不舒服。我没有新闻记者报道你哦，请问你怎么了？想大便吗？他想拉屎啊，这很不舒服。但是还是要讲拜拜，小吴，我们要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他默默的走掉了，我爱你哦。再见。拜拜。
我们刚刚本来应该要几点哦？就是佩玉把今天的机票订到下个月，我们本来应该是9:20的飞机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重新订过机票，而且还是要抢票的。去长沙。耶，终于可以上机了，很贵的机票。耶，早安，今天是我的生日呢，今天是生日的一天，来吃个。早餐我点了排骨汤，这是海带排骨汤。为什么这排骨汤只有一个肉？就一个。然后呢，长沙，我们昨天跟那个司机叔叔讲话，还有说长沙最著名的是他们的粉，但是他们的粉很奇怪哦，我一直以为他们的粉是那种米粉啊那种之类的，可是他们的粉哦是不管面粉类的东西都是叫粉，像这个果条，我的粉被拿来介绍了。对啊，在台湾叫的叫什么三鲜粉，就果条类，给你们看，是一个果条粉，吃一口，感觉会弄到衣服。整个看起来就是酸酸辣辣的感觉，不酸又不辣啊，真的呗？然后别人看你一出场，整个都酸逼，对，怕老被，不能被，他们讲的话都不能播，可以啊、所以呢，我的频道可以播。不要说是我的，你可以说。你看刚刚那个又要逼了，没关系。耶、yeah, ，正在等大家，因为大家都现在还在准备，就是在等大家准备的同时，我想要看一下我的。香奈儿包包，今天我想要用它当作是我今天的礼物。然后呢，这一颗也是，不是流眼泪哦，我是戴隐形眼镜。所以有时候哦，你们看到我戴隐形眼镜哦，一直翻白眼，不是因为我不爽，是真的眼睛不舒服。好大一颗啊，你们看，真的好大一个。这个呢，就是我最理想。最想要的包包啊，好漂亮！我每次买包包呢，就真的很不舍得开它的包装，因为它包装太美了。噔噔噔，恰 super 大个，要打开我的包包。噔噔噔，是一个牛仔色的包包，哈哈。这个呢是。今年色就是2023的新色，其实 top bag 也不是新款，但是我一直都很想要 Chanel 的 top bag， 因为呢我是一个很爱用大包包的人，然后刚好遇到这个颜色呢，我其实会选是因为我太多 Chanel 的黑包了，然后我就很想要选一个特别颜色，就越能接受的颜色就是牛仔色，它又安全，然后又很百搭。看到吗？它有点很复古的感觉，因为我之前看到的那个这个选料它是会比较亮色的，那它这个是很复古的一个旧旧的颜色。再来，我会很心动，是因为它是银扣的，而且平时大家如果看到选料杯的话哦，都是算中 size 的吧，然后这个是。大赛，那、它就是很好看，它是银扣的，然后银扣又是旧旧的，太美了。里面还有附一个小包，那个超可爱，那个你就可以放你的护照啊，就很方便啊。它里面呢，它还有一个内扣，算三个内扣，就是一个这里，两个，三个这样子。然后它这里是磁吸的。是你可以手拿，你也可以单肩这样。今天我的穿搭又是偏白又牛仔，所以今天很适合。今天真的好开心啊！而且它的牛仔是那种很旧的那种，就是牛仔然后偏褐的那个色调，它就是非常的好看。现在的 Chanel 都不会给保卡了，都是直接。印在包包上，其实它就是很适合你日常啊，然后你出门，然后它又不会显得很像很高调，然后它又很适合你出街的时候这样子随性风这样的感觉。这颗扣税扣到来大概21、22。好嘞，我们今天生日的一天就现在开启，我们现在去逛街了。哎，我们长沙第一站呢，就是我在小红书收到一个巷子，他们最近很红的叫做 C
City Walk， 然后那个街叫轩辕巷。为什么我想去？就是它的建筑风格呢，都是很缤纷、很可爱，所以呢就想来看看。我们到啦！原来刚刚我们这里不是轩辕巷，因为我们下车下错地方了。我们要找的一个很可爱的一条街叫轩辕巷。现在我们要步行900米出发。然后呢，这里的氛围真的好热闹哦，它就是两条街，然后两条街全部都是那个商店，都很多人，很多人，满满的人。走到半路呢，又看到一个馒头推荐我们一定要喝的柠檬茶，我现在要点一点。我要鸭屎香，这个鸭屎香是乌龙茶的那种。我的鸭屎香茶。有吓到你吗？茶味好香哦。到我了。OK， 人生第一名的柠檬茶这边。真的，它是柠檬跟茶是分开的，明白吗？又茶味很重，然后柠檬又好。名字取起来看起来不好喝，然后喝起来是四百。哇，第一名。你真的超。真的很好喝。我们到了我们第一站，就是很多很可爱的那种装潢啊，给大家打卡这样子。这里有好多小店，就是装修很可爱。他们在这里，好好看。我六岁 vintage， 很 Q 哎。啊，超可爱啊，好 Q 哦，好多好多。哇，你都是蜡笔小新的东西耶，蜡笔小新，而且盲盒超多。哎，那边发夹你们可以买一袋吗？不行，哪里？开心点的，你可以吗？嗯，太幼稚了。太幼稚，什么意思？美牙胖，呀呀 ，Thank you。我们找到一间捕捉店，外面超好拍照，我要在这边拍照。欢迎苏生来到69工作坊打卡，可以站后点吗？对，准备三二。我们到了这条街了，哇！现在每个都很可爱。他们都在等我，我好了，可以走了。服务他姐。他不能播。哇，这地下街好复古。最多的都是冰冰，真的？就我这边开，然后后面一扎，他就超过我去，然后我开窗户打开，我就按你。明明路是空的，他还要冰，好烦哦。哦哦，你被扒了，书生。冰冰冰冰冰冰冰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，不是晚餐，是 KTV 晚餐嘛，接晚餐。他们说很好吃，然后现在是小龙虾。小龙虾，希望可以吃到没有壳的小龙虾。希望可以吃到没有壳的小龙虾。阿萨摩耶。每次看到他们带狗狗出来，我都会觉得，假如我们可以这样就好。我们要吃的店，而且这个店厉害到拒绝黄牛党，黄牛号无效。会讲这种话的店代表什么？很厉害，大家都在抢着。啊，他店的设计好可爱啊，就是整个城堡长沙站，这是他店的名字。这边有一个彩票，给幸福一个机会，要不要给幸福一个机会？我买。你生日应该买啊，一张多少钱？不知道，请问一张多少？哦，这个10块，这50，买2张50的。苏生生日，还要看看他运气如何了。看一下我的运气，会不会用在这里？我们彩票有2个玩法，是不是有奖金？来，东北人，东北人，帮他一下。发出任何奖金即可获得。好。哦哦，100元吗？这是100元吗？哎，我中100元了。哇，你买2张是1个50块，就100元啊。哦，你中了。中了。哦，回本了。回本了。回本了。来，1000，1000。刮出这2个字，下面的金额就是你。好，这也太多了吧，有喜就有了。这些可怕的人类，这张没有。那你这张有100元？对，这张有100元。好呀，我只中了一个，这个100元，这个算中了吧？100元，耶，谢谢。哇，豆豆。现金哦，对啊，哎，重点是我们都不想要现金，他竟然给做纪念嘛，可以嘛，可以嘛，能做纪念吗？耶，这里好好排队，还可以玩抓娃娃机。
你要按，你不要按两次的话呢？一定要按两次吗？不知道会出过什么奇怪，所以就抓一下。太无聊了，好，我抓一次。它爪子不行，太松了，真的太松了。我们等了大概接近一个小时半，终于要吃爆小龙虾。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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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吃饭！小龙虾。我里面包哪里好吃啊？哦，龙虾好好吃，很甜。嗯。美食博主满意，美食博主满意。哎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好吃啊！太幸福了，好，这餐100分呢。配自己喜欢的。那天我们吃川菜的时候叫的，太棒了，太幸福了。等2个小时值得，真的。完事，开喽。噔噔，先把生日快乐 ，OK， 打开，睡觉，丢外面地上。先打开，然后让我们看蛋糕，哇！小鸡吗？小鸡啊，转身，转过来近看。好可爱吗？哇！是不是很喜欢？公主，怪不得你一天到晚都叫公主，公主。哎，那我问你哪个东西？这个是什么造型？就是这种烟花的感觉啊！哦，是烟花，我以为是耶稣。呀，有救国哎！这可以吃吗？救国不行吃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的脸怎么好像肿了一块东西？是我看错吗？这里是肿一块吗？哎，你来看，很逼真的。这是鼻涕吗？在流什么鼻涕？帮你们拍生日照哦，后面一个很中国的背景。三二一，这个就是照片，看到吗？你靠背啊，还不修啊？谁煮给他看？哎。拍完影片就不用庆生了，是不是？十二点了吗？今天上生日啊！啊！怎么暴露自己了？太难过了。我们今天帮你请的猛男们来帮你一起唱。对，我今天很幸福。各位请脱掉上半身。哎，那时候是你研读之初的时候了。在干嘛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哇！好嘞，好嘞，耶！耶！走吧，走吧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人家正常善人都是有演的，他们是真的要对。现在苏珍陪酒应酬，你就在旁边，就是你要跟他，你们要蹲低一点，对，放好可能。张杰看起来不是很开心。哇，现在在这镜头上面真的很上相。对了，你看，超想跟你在一起的。哇，你这会圈到苏珍的粉丝哎。啊，苏珍的观众可能会爱死你，确定才有订阅他。哎我，是没有啦，他可以订阅他，但不确定我。这个姐姐的姿势，你们发色真的很搭。一好冷啊！我不是有花，讨厌，真的可爱哦！哎呦，不舍得呢。你懂这蛋糕多少钱吗？4000吧。哇！因为在中国买蛋糕是很贵的。你不太夸张。我寂寞寂寞就好。宿舍要一个人切蛋糕，哎呀，切啊！早安，现在是长沙。你好，长沙的不知道第几天。今天我们要来弄电话卡，就是在当地做电话卡是最方便的。像我们要订购美团啊，或者是淘宝啊，叫车还是怎样的，就是有自己的手机号是最最最最最方便。所以呢，我们刚可乐帮我们打电话过来问我们需要带什么证件啊什么的，其实也不用带什么证件，就是带你的 passport 来就好了。所以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直接在当地弄电话卡呢，会不会很简单，还是程序很复杂，会面临到什么问题，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讲。我们今天要来的是这个中国联通，然后受理店，而且他好诚实哦。我们刚进店，他就跟他客人讲，他懒惰不给我们办卡，而且不是小小声讲话，是很大声的讲。记录一下，这是我们自己叫的滴滴车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办好电话卡，其实很简单，过程只是时间等比较久一点，大概等了45分钟，办卡时间接近45分钟。
这样子，反正就是很方便啊，只是拿一个 passport 然后坐在那边等而已。有个电话卡就是非常方便啊，现在缺一个银行卡，这就比较复杂一点，我慢慢再研究一下。我们现在要去那个 LFS 一个国金中心，去那边逛一下街，然后吃个很卡的时间点的餐，然后上面那边呢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house 在上面，所以等一下去look look see see而已，我不会想要跟他拍照啦。我们现在呢想要去这个国金中心的附近找一个串串吃，因为我们的时间有点卡，想要找一点小吃就好。然后我在小红书收到这个呢是很多人推荐的，就是那种他们讲啊不要去那种啊，我听没事，你这个壳是没保护的点点啊，隔离咯。哎呀呀，我们去找一个就当地人在下面留言都觉得很好吃的一个串串，每块口误它好像那个小碗的菜，先点了西洋菜开吃。还好吃哦，还喜欢这种小吃，而且价格也便宜。我的鸡肉是很辣，它还是鸡胸肉，可是看远方，看远方，看远方。还有恋爱感，怎么那么甜蜜？我跟每个男的都可以组成 CP。好吃吗？蛮好吃的。你说刚刚好吃吗？喜欢的宝贝，宝贝，哎，我叫他宝贝，你答错了，怎么可以喂别人？不太甜，不是，我感觉不是，是甜吗？好像不是甜，它就鸡蛋味。我觉得吞下去够是超好吃的。鸡蛋味怎么会这么重？你不觉得有点焦味吗？鸡蛋做的这个脑残是吗？哦，这太甜了，焦糖味道好重啊，焦糖味重。随便逛到一间，这不是我的店，好可爱。按一下，这么可爱，这个真可爱。因为我等一下会发出去，我明天才会发出去，这不是我的。我快受不了我朋友了。他现在喜欢 Hello Kitty， 但是这发夹不可爱吧？还可以吧？好可怕！谢谢。先生托我买 Hello Kitty 给我，想必他也是认同我喜欢 Hello Kitty。最近，我不要了，我要收回来。好可爱。到吃晚餐的地方了。听说昨天本来要来，但是没位置。哇！哇，你们真的等我们呢？现在等你们。谢谢你们。哇，可乐，哦，这么晚大胆先吃哦，你好大胆呢。确实。你好大胆哦。我还没吃。天哪，我想在这里生活。超好吃，好多菜。这个素菜那个剁椒鸡，剁椒鸡，太有骨头。糯酸酸的，太菜了，太菜了。那鸡好好吃啊，那辣椒实在是爽。哇，居然还好吃！我们到啦，这里有很多很多小店，很好逛。啊，我跟苏生最爱逛的文物小店，那些臭男真的不喜欢。对，随便他们，随便他们，没有好看的照片。单身是有理由的。没有好看的影片跟照片是他们的损失。对啊，搞么子喽？进去逛街喽，是不是？我们身为男友在外面等他好了。好，你继续逛啊。我要逛靠背啊。哦，你要逛哦，靠背。哎，那边小心点。哇，哎，哎，这里，哎，哎，哇。打量性感。来了一间餐厅，因为太饿了，我们根本没吃午餐，没吃什么都没吃。来到这一间好像蛮不错的，有点法式风。它叫六月。我要来扯上。太饿了，真的很好吃。而且它鸡胸肉好嫩啊。是吗？很好吃。是不是太饿了？没有，它可能是有奶油香味。然后跟我朋友去
们现在要去挑战一个我在抖音跟小红书看了很久的一个店，它叫超市鸭脖。然后他们每个人都会叫变态辣，然后吃到很辣，我每天看到影片都会流口水。所以现在刚好有时间，可以去尝试一下到底有多辣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，是这里吗？大家在这里。嘿，拜拜。嘿、hey, ，要去剪头的话嘞。好，我就来挑战喽。长沙总店，哎，我们来到总店应该不错吧？是总店吗？对啊。哎，2003年，20年。对，我就一丝一丝拿一下。没有，我就一丝一丝拿一下。哦，你要吃它的辣？对，我没有那特别想要吃饱那种。好，走吧。哇，这里好像很好哦，哇哦，太棒了，好期待哦，啊 ，OK。这个间店呢，是从我还没有计划要来中国的时候，我就一定有啊。对啊，我就知道这间。对，我就是想说，就是生日决定要来中国前，我已经收藏这个店了。我想说，我有一天我来到中国，我一定要吃，因为我觉得跟大家吃，可能大家不会想要那么跟我一起吃那么辣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决定我自己来。哦，来来的。哦。怎么？嗅到它有点苦，真的吗？哦，这是中辣，是他们讲的，这个只有潮式的颜色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懂潮式颜色是什么。我们马来西亚吃辣女王来喽！潮式鸭脖的中辣到底有多辣呢？咚咚咚咚咚咚，一分到十分，从他的表情我们看得出，他应该有五分。嗯，我有讲错吗？这是辣的。那我讲错吗？五分吗？五分吗？有。那我几？你看我几了解你？哇，跟你讲，怎么鉴定我辣？打嗝就辣了，各位。对，哇，这么夸张？这中辣耶！看、yeah. 嗯，他打嗝，各位，他打嗝就辣了。那你觉得这个应该是我的 maximum 了吧？对，还是超过 maximum？ 我觉得超过你的 maximum。你打嗝很可爱哟。又我觉得你来尝试一下中辣，因为等下大辣、变态辣应该不行。听我讲，这个是我的极限，极限多一点，真的是你的极限。热忱一下，加油，中辣啊！也很红哎，这个辣真的，但是好好吃啊！你借我个试一口鸟蛋吗？鸟蛋没有辣啊，鸟蛋只是我自己想吃。什么？吃面吧，不要浪费我的容量。OK OK OK， 好了，吃了，没什么没吃过的吧？嗯，它是痛辣。没有水，没有是辣的。我这个比重庆火锅辣不多，又苦又苦又苦，不辣。哎，它不行，整个嘴巴是苦啊。这个辣绝对超过韩国辣面，很痛哦它。但是还可以接受，是我的 maximum 了。我可以试一口，我想象不到如果它变态辣到底会有多辣。因为我刚刚吃的不是很稀辣，我吃看一下里面。我觉得这我还能接受。哎，我跟你讲个秘密，是我肚子开始脚开始热了。我真的没骗你们，我突然想起我连吃辣锅的程度是会怎么样，有点小头晕。要头晕了。我吃辣，那就已经晕了。那帮我想你再加一下变态辣。你去加变态辣的时候，可以帮我点一杯水。开一瓶矿泉水，这有点头晕，一点。太辣了吧？我辣到他睡觉。挑战一下变态辣。真的是变态。我们的变态辣女王来了。哎，超黑红。那他被吓到吗？没有啦，因为很多人来挑战啊，我很紧张，认真的，因为他中辣已经真的很辣了。喂，三二一，变态辣的时针会不会变态呢？拭目以待，他的表情究竟一分到十分，我们可以给到多少分？贪了，为什么不辣？是不是？我觉得中辣已经垫底了，哎，就是哦，你明白吗？他不一定要讲了吗？他变成辣的是去很辣了吗？不辣。我再吃多几口，因为他们说后劲是很重要。咚咚到底会不会辣到这个变态辣？第一次感觉好像是没什么反应耶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们的苏热学长为什么对变态辣完全没反应？你看表现从五分变到零分去了，是不是懊恼了？不该是这样子啊！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决定了，你不行，真的是有辣，但是没有到变态辣的程度。我决定了，你不是标准，我才是标准。等一下，有后劲哦。
什么什么什么？它是后面的。这个后劲啊！我现在舌头都是辣的。哇！啊，辣好啊！啊！哈哈哈！好辣！哦，好的，这样我就吃了。但是我还可以存活的。但我要说的是，这是我近几年吃过最辣的东西了。好厉害！但是很好吃哎，这是我来中国吃到最辣的东西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长泳选手参战，我准备了，白开水先拿开，你就会死掉嘛。对，刚刚宿舍吃辣是不能喝的。我吃之前还跟我讲，宝，你真的要吗？这都会辣死你，这都会辣死你。我不信，看到没有，各位，俊美的长泳来了。我就要抖一下。OK OK， 嘿，这个菜帮你加面嘛。哇，我可以感受到，还是那个辣会留在舌头了。然后我，你懂我一吃下去感受到什么吧？什么？后劲的来呀！它后劲很慢。我整个背后哦是开始热，头痒。很爽吧？很辣，我要水。有比中辣辣吗？我觉得差不太远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是他自己的问题，他的中辣跟偏辣差不太远。虽然他的后劲是保持在我舌头上，我是还可以接受的，但是我真的肚子在绞热，我也是很热，今晚头风会闹上，我也是很热，我现在的胃是热的。姐妹们吃一口，拜拜。哎，我现在吃完的，然后呢？我可以说我现在的胃是热热的。啊！但是我真的好开心啊，因为我好久好久没有吃到这么辣的东西，因为这个都是刺痛辣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们想要来挑战，来挑战看看吧。今天算是中国的最后一天了，所以呢，奖励自己喝一下这个宁静，哈哈哈。奖励？当然要奖励啊！你刚刚那个没有，你刚刚吃，你刚刚那个吃辣是已经奖励了。也是的，哎，我现在的口红是天然的耶，终于我又没有带口红，好彩，自然补妆。呵呵，料好了，我这个喝的呢是第二名的手打柠檬，但我觉得我第一天喝的比较好喝，那个鸭屎香比较好喝。那我们到啦，夕阳超漂亮的，太好看。现在几点？这大概是要接近七点的时候，夕阳西下，然后那个湖还有倒影超好看。我们呢就是刚刚在追那个夕阳，现在下山了，所以呢我刚刚忙着拍照没有录给大家看，所以就放照片给你们看，真的很好看，它的夕阳西下，而且它的太阳这么大，圆圆的，超漂亮。然后这个地方呢很多很多人来拍结婚照，看这边呢就有大概有五组人在这边拍。线形的那个湖色，幸福快乐，好漂亮。不行啊各位，我得吃一包，刚那个胃灼热到不行。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，为什么我的辣哥书生一直都没有在更新，是因为我的胃其实不太好。像现在如果我胃痛出气，我没吃这个药的话，我等下晚上应该是死掉的那种呀。所以久久拍一次还是可以啦，但是就不能常常更新的那种。现在还是胃灼热的状态，本来它现在是一阵一阵的好了一下，然后又痛一下又热一下。那我们回来这个地方，然后是日本的新宿，真的很香。可能最后逛逛一下，我们就回呗。最后一站啦，过马路了。不要在马路上拍照拍视频。好，当然了，在想你们。吃晚餐，我们超随机的，直接进来一个龙虾店。这个店我看了很多次，很多人吃。就是它的招牌，我每次都经过了。是连锁店很多啦。我们来试试看，我们很少这么随机见识，感觉好可口啊！哇！你看这第一次很爽，这是蒜蓉虾。我就蒜蓉要叫，蒜蓉要叫。好，叫辣椒炒肉。谢谢你帮我叫啦，辣椒炒肉。饿了饿了，看看好不好吃？怎么不是那么热？蒜蓉饭炉。看到
到这个蒜蓉真的是好爽。我们爽国的最后一餐哦，黑木耳汤而已。这是老长沙口味，很好吃。前面有没有蒜蓉饺子？长沙还好。蒜的超香。到家了耶！今天非常开心，想要做的事，想要吃的东西，然后想要拍很多美丽的图片，今天都做完了，非常的开心。每一次的你们当然都会有礼物，这是我送给两个的，它是手提袋，然后我觉得它很可爱，然后又很代表着中国，所以呢，我想要一样抽出这两个送给你们。当然也会寄一个花花的明信片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，然后也觉得它很有纪念价值，然后一样的会写一些给你们的话，这样子也会送这两个贴纸给你们，呀，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可爱，然后它还是花花 and friend 这样子。就是呢，想要得到的一样，这个影片是生日快乐，那么你们就在底下留言生日快乐，跟讲一些想要对我讲的话，或者是希望我可以变得更好的东西，或者是想要改进的东西，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新的一年也会有很大的帮助，这样子啦。对，我希望我们是更深层的交流，记得要在下面留言你们的 IG 名字，只要按赞这个影片留言加分享，就有机会得到我的礼物了。帮大家挑选礼物的时候我都会很开心，然后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一起开箱我买的两个盲盒，就作为结尾好不好。它这个盲盒好 Q 啊，我觉得我所有都可以耶，太可爱了。它有很多给你看，就是全部我都很想要也可以接受的那种。这是啥呀？哦，这是熊猫在用电脑，我最低的要求就是不要抽到两个一样的就可以了。Yeah! 好可爱，它有点像摆烂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会这么可爱？在摆烂。OK， 好，再看另外一个，希望不要抽到。哦，吓死了！它在织毛球，这个是啊，织毛球的也好可爱哦。哎，原来这个是这样的，放它的滑鼠是在身上的，这样摆烂。然后这个织毛球的也好可爱哦，好可爱耶！ Yeah, 现在就结束了影片，然后我要明年的自己呢是还可以活在网络上的。没有啦，就是呢，希望明年的自己是更不一样的自己，当然也希望还是可以一样，就是带欢乐给大家的，一样也是有你们在我的身边，就这样子咧。好，这是我的生日愿望。好嘞，今天影片到这里，拜。笑死，拜拜。